我们来看视频中的面相图解。一个鼻梁上有结的女人，性格上是会显得非常偏执的，脾气也倔强，有一种宁死不屈的蛮牛劲头，一丁点儿事情都容不下别人。所以一旦跟男朋友或者老公发誓争执的时候，就会怒不可遏，乃至怒发冲天，会因为脾气过于执拗，很难有男人容忍得了这样的性子。婚后三五年可能就会发生婚变，甚至还等不到七年之痒的期限。需要看相的原主关注后，点击头像可私聊老师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